伊离开伊个家庭啊，是一个出家啊、出家啊、得官了个啦。来历史无安尼款个一个出家，安尼款个出家，离伊个母、离伊个囝、甲离伊个爸、甲伊个后母安啦。啊，阿咪事咧？因为啊，伊。有自卑他了的众生有说这样很痛苦的，所以就是说要去找这个真理了啦。所以六年啊，他训练真的很痛苦的，
伊 good luck， 伊修行啊，伊个有修一个啊苦行啊，啊，真正真正坎坷的一个修行啊，啊啊，所以讲啊，啊，莫是叫 asceticism， 伊怀疑就是苦行啊，啊，苦的一行啊，所以六年啊，你看你伫伫训练啊，所以。有一日的是真正欢喜特别的日啦，伊就坐来这个啊，摩尼的树丛啊，菩提树啦，伊的这树丛的开枝条，然后伊下一个愿啦，我讲伊我正讲啊，伊无讲起来，伊坐伫哩坐啊。伊是自善啦，到家伊谈到成佛，第一关的成佛了啊，这个是伊的愿，甲伊的这个啊，我哋讲哩啊，决定啦啊，你知咯啊，伊告诉我，这个无用的啊，哇，这魔鬼啦，甲走唔定啊，特别咧，伊是教主伊的这个啊自善。啊！咱伊个愿伊照行，所以日的是啊 ，Happy Visa 日啦，伊是啊，台南的日子是四月十五啊，月鸟第贵第水第大的立了啦，啊，六年了，伊出嫁六年了，出嫁六年了，第关的出嫁啊。伊就行到一个成佛了，啊！伊就成佛了，行到涅槃了，灭苦海了。伊咧就是35岁，即时伊成佛啊，成佛的时是35岁啦。啊，你看到45年啊，我谂嘅即释迦牟尼佛啊，伊推伊嘅即佛法，伊嘅达玛啦。啊，推45年啊，教这个佛法，啥物事咧？因为爱帮助，佮了会众生，安怎会灭这个苦海？伊教第一要紧的物件，伊教就是四圣谛啊。这四圣谛头一个就是讲，世话有痛苦。六家啊，第一是六家有痛苦，而呢第二个意思性地就是讲六家的原因是虾米咧？啊，六家的原因，痛苦的原因啦，苦的原因啦。第三就是讲灭这个苦，苦可以停。而呢第四个就是讲不能落，爱灭这个苦，就是讲不正道。会带我人去灭一个痛苦啦，啊，到家啊，无过出事了啦，啊，也着入团了啦，啊，一个第一要紧的一个物理啦，四圣谛。我来释迦牟尼佛真正慈悲100%慈悲甲有智慧啊！伊啊真正骨力去帮助人讲经啊！啊，恁你是45年做安尼款的，因为咧爱人好，爱人快乐，会挂人的痛苦。到家伊80岁啊，伊时间讲爱离开我人了。所以咧，时间的是啊，讲经45年，同金本伊80岁了，所以阿未过身的是，伊的妹的话，甲伊的徒弟讲，伊的一个 disciple 啦，啊，讲就是一个啦。伊讲咧，我回家分教了啊，说话我说话不是对，伊讲我咧。就是爱离开路人了啊！我咧就是讲，家己有这个归依我家己哦啊 ，make myself my refuge 啊！
归依就是来我家己，来我的心里面啊。所以伊就甲伊的徒弟讲，人家了就要归来啊，就要有主意心。And then 呢，就要讲对路的徒弟啊，对路的徒弟真正真正好来啊，这是伊交代啦。你讲呢？佮讲啊，你心你小的，佮了特别有讲有注意，啊，咱讲有 focus 啦，啊，有入定啊，要紧呢，你啊特别讲会晓顾你的心，保持你的心，加加你的心啊。你讲呢？来这里啊！经法甲戒律，汝就要讲对安尼款啊。所以对这个法甲这个戒律咧，汝会说话就要讲有对道德，搁有注意安尼款咧。汝咧就是讲会灭这个苦海了，汝会讲啊。听讲这个儒家了，无讲过出事了，安尼看呢，就是无痛苦了咯。伊讲，你卖少讲，我过身了，你无神色了啊！你神色呢，就是讲这佛法加这戒律，我教你的啊。所以伊讲。啊！伊过世了，伊个女啊，我人家了的神社是，我人家了的神社是虾米人咧？就是佛法加一个戒律啦，啊！所以佛讲，最最有训练我的加法的福利啦，啊！伊就是尊敬我底子了的，啊啊！所以我人啊要紧啊，爱讲有感恩。是讲感谢我人的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讲我人要对伊的家事，就是佛法啦。伊讲就最看到佛理，就是看到我了。伊讲看了的物件啊，来我人的这个苦海啊，伊是无常的。来我人的世间看了物件是无因缘无常的。我人的特别。真正骨力训练啊，这是伊买的，哇，伊交代了你啦。所以做这个护理腿护理啊，八啊四十五年咯，真正成功啊！为这个护理四十五年，到家伊八十岁。八十岁来一位叫古西纳拉啊，我人的萨玛萨姆多啊，萨玛萨姆多的布达拉，我人的第一大的神社咯，安尼哈尼的归神咯啊，伊是讲入这个巴利尼巴那入立团了啦啊，诶，这个日咧就是弥撒日，定人日子就是讲。啊，四月十五，啊，我是 usually 来咩啦，啊，来咩？诶，这里里面咧是讲下啦，过两千五百六十几年前了，啊，伊过世啦，你看，所以有不义有不义 ，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Dharma， 来这里真正无意思的日，为啥的日？伊是讲做一个纪念啦，啊，一个纪念，一个新达大师及上加太祖，伊成佛和成佛的日，甲伊归心的日入涅槃的，这三日是上的，伊就是讲弥撒日咯，啊，所以弥撒日是有人啊，会记做纪念这三日咯，啊，新达大老大妈的日。伊成佛的日，加伊归心入涅槃的日，所
来这个真正要紧的一个日，来这个啊佛教呢，我人啊啊是讲是讲的是讲好的佛友呢，我人来观想，我人的这个训练这个佛法啊观想啊，来这个净智宝，这个布达伊讲。我人加了，就就会老的；我人加了，就就有病；我人加了，就就会死的。就就物件会变，会换的。And then 我人就就会离开，离开啦。啊！离开我人想的人，我人爱的人，甲离开我人啊，世间的物件，我人爱的啊，才叫离开的啊。所以讲咧，虾米物件是假设我人的，假设我人的就是我人的因果，是我人的业啊啊！这个因果业是假设我人的结果啦 ，and 伊的这个果啊。果啊，因为我人有一个业啊，伊个果咧就是女的结婚咯，啊，所以我人啊，得到会含着伊个果，伊个我人个业咯，所以一个我人做个物件啊，嘴做个心，加一个身躯做个，这个是我人个假设个亲戚咯。And then 是讲我人爱归啊，我人应该是归我人的心的内面，我人的好的业啊，好的伽玛啊，我人是归伊来内面啊，来管。下面物件我人做的好生啊生的业，还是讲毒的业啊，忽略咧我人特别大伊的高粱啊啊，我人特别大了，所以要紧的记。啊，要紧！我人做的业啊，好的业，也是讲恶业，我人特别大一个。所以我人有报喜有报喜，关小这五行物件，我人是讲咧是好的火药咧，就别讲骨掉啊，系一个骨掉心爱训练，真正。要紧的物件，训练哈咪咧？啊，训练之类物件 ，right? Training rules。后头咧就是讲咧，我人爱皈依，皈依哈咪？皈依佛陀、佛法、僧啊，皈依佛法、僧。And then 咧，我人就咪讲他。了解，然后呢，他做业绩不坏啊啊，他他了解我来这个不坏啊，那么啦，然后训练这个不坏，我人特别有真正真正我的这个决心加骨力心啦，然后呢，我人特别讲啊，训练我人的自闭线啊。啊，训练我人的自闭啦，哦，我人的自闭就是气，所以咧，我人的这个平安加 harmony 来家己的心，就是真正好，就是气。And then 个外口的人，个别人个了的众生，因为我人有 metta 咧，啊，我人本会讲，祝人欢喜平安啊。我人不平安，伊不平安啦。所以这个是讲，哎，训练 metta 啦。And then 呢，个一个真正要紧呢，我人决定爱做就是讲，哎，讲修行咯，啊，修行，啊，讲有信心修行，和我人的心清气清。所以咧，修行嗰啲关咧，我人会看到啊啊，真正看到啦。那个佛法会夸到这个佛理 ，and then 我人的智慧会起啦，啊 ，and then 个真正要紧是关于这个道德的，
我人特别在家人呐、啊，啊，在家人我特别对这个误解，啊，有这个骨力特别讲有注意，但麦特别对这个误解，这个误解是虾米咧？啊，你在讲头一个是无失色，第二无头体的是体虾米物件无好女的。第三是无声音，第四是无讲骗话，然后第五无饮酒，无食白粉的毒的物件啊。所以你看呢，也是讲我人是讲真正啊好的富有啊，我人就要训练好好来，有信心，有骨力心，才才话讲伊的这个误解，加讲。对你有利，也是讲有做安尼款咧，我人啊，会自卑，甲会智慧，得到自己起，自己起，自己有力啊。安尼呢，我人啊，得到啊，有讲甲欢喜，甲平安啊啊。安尼我人的智慧起。我能够有 harmony 了，来自己的心，甲甲啊人外口本，真正 harmony 有合作，佮有欢喜平安安尼款啦，特别训练啦，啊，有布衣，有布鞋，啊，这为啥？是控制伊欢喜、快乐、平安。就是讲我人呢，啊，有真心，啊，真正有这个有信心啦，啊，对这个福利啊，我人啊，得到会进步。我人就在我讲，诶，这个欢喜、快乐、平安，我人的心会加定、加有刚、有静啊，也是往训练。做物件会行较顺，你会考得到较落啦。啊，所以要紧啊，这个 message 啊，啊，这个 message 信息啊，你得要讲关照，对好好来安尼款，伊会就有你安尼款，你后摆未后悔，你得就是讲行这条会落了啦。啊，我有讲来这个为啥关照加这个。为啥下关呢？真正要紧，就是讲要对有信心、甲骨力心，不掉落，跟他掉落呢，会跳过苦海，会灭这个痛苦，或者是不正道。所以这个是我讲的这个 message 上的关。所以有不义，有不舍，啊，佮讲一道为啥欢喜、快乐、平安。健康啊！希望你人家了困苦，健康，大家买平安欢喜。安尼款呢，我人讲 Happy Visa 2021，沙杜，沙杜，沙杜，Young, be well and happy。